七十四名中国海军两栖霸王花集结南海天使行动，踏上残酷征程，翻越陡峭乌石山，女兵接连生病复发，面临艰难抉择。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从我手中拿到号码牌，拿到号码牌就是要付出代价。这是一个从坚持到极限到坚持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过。一二三，加油！谁能艰难突围，荣耀晋级南海天使行动十二强？超级女兵第四集全面放送。我们很清楚，南海天使行动是一场针对女兵体能、技能、协作和意志进行考验的竞赛任务，因此能够进入海魂战斗营的十二名女兵必须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表现。现在已经有三名体能最好的女兵直接晋级，而后面的九名女兵我们需要按照技术全面型、引导协作型和意志潜力型三种类型来确定晋级的名单。两位副教官推荐的人选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出入，但是有几名女兵争议很大，我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我说过，能够进入海魂战斗营的只有十二个人，现在成绩最好的三位已经优先晋级，他们是第一名东幺六号殷小妹，第二名东八洞号潘旭平，第三名东幺幺号何俊杰。率先进入海魂战斗营的殷小妹、潘旭平、何俊杰三名女兵，他们能够在如此高强度的48小时极限生存中勇夺前三，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体能十分突出，他们属于第一类体能突出型的女兵，他们的晋级无可争议。下面我宣布79个晋级名单，第四名晋级的女兵是技能全面型，考验的是这些女兵在48小时极限生存中的综合性，能够在每一轮的淘汰点都位列前十，并且综合到达名次排列前三的女兵才能晋级十二强。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女兵是东四九号周一婷。出列。成功晋级，进入年纪。第五名晋级的女兵是综合成绩排名第二的女兵是东二五号红警。不行了，走的，扶着走。先坐。第六名晋级的女兵是，很意外，综合成绩排名第三的女兵竟然有两位，她们分别是038号王延迪和078号王欣欣。我推荐78号王欣欣，作为一名新兵。在最后一段沙滩飞行当中，仅差一步，他就挤进三强。在所有的新兵当中，他的表现比较突出。我推荐038号王延迪，不是因为他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三，而是他能够在路上顺利的完成自己的科目，还能够帮助自己的战友。
第六名晋级的女兵是洞山八号王延吉。王延迪和王金星都很优秀，但是综合整个48小时极限生存的表现，王金星虽然成绩突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鹰角妹对他的帮助，而王延迪这一路上不仅成绩优秀，还多次帮助战友渡过难关，在最后出现伤病的情况下仍保持着强有力的竞争力。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王延迪在逆境下的强大竞争力更符合晋级的要求，因此王延迪晋级12强。九个晋级名额已经揭晓了3个，凭借着全面的技能和综合实力，彭景、周逸婷和王延迪顺利晋级。而对接下来的仅剩6个晋级名额，每个女兵都期待着最后结果的诞生。接下来3名晋级的女兵，她们在48小时极限生存行动中优秀的领导协作能力是他们晋级的原因，他们分别是，接下来是领导协作型的3名女兵人选，两位副教官的推荐非常一致。第7名晋级的女兵是洞洞幺号詹兆梅。出来，恭喜你成功晋级进入年纪。第8名晋级的女兵是洞洞七号简文君。出列。恭喜你成功晋级进入年纪。第9名晋级的女兵是洞二九号苏家。出列。恭喜你成功晋级进入营地。爸爸，两位副教官的意见非常一致，简文君、詹道美、苏佳这3名女兵的晋级没有任何悬念，因为在她们身上有着一种其他女兵所缺少的领导气质。简文君的领导指挥和爆发力，詹道美的主要担当和责任心，以及苏佳在行动当中的危机保护力，是她们符合领导协作型并晋级的主要原因。像她们3个体能并非最好，技能也不是最全面的，但是他们身上具备了组织指挥的能力，他们能够有效的团结战友，更好的发挥出他们的战斗力。南海天使行动12强已经诞生了9强，他们分别以体能、技能、协作3个方面的优异表现打动了3位教官，他们的晋级波澜不惊，却又实至名归。然而最后3个名额的诞生还会如此顺利吗？第10名晋级的女兵是最后的晋级人选往往是最难决定的。3个名额里有2个名额两位副教官的意见分歧很大，但只有1名女兵是两位副教官一致推荐的。我说是葛科。重要8号葛科。葛科，葛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胜利。他真的高兴。走，没放弃，到了，到了，没放弃。葛科在之前的行动中多次帮助战友险些被淘汰，但是在后半程他反超其他优秀的女兵。葛科是一个惊喜，作为一名新兵，仅仅在48小时极限生存当中，他的成长就令人感到很欣慰。第11名晋级的女兵是最后的两个晋级名额，两位副教官的意见分歧很大。我推荐的意志潜力型的第二名是李耀西。我推荐意志潜力型的第二名女兵是干啥呀？李耀西作为一名新兵，在武装求渡的时候令我印象深刻。面对当时恶劣的海况，这名女兵曾经想要过放弃，但是她最终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完成了科目。之后的行动当中，她每次都能跟胜利进行，并且在受伤严重的情况下，她坚持完成了48小时生存极限的考验，因此我觉得他具备晋级的能力。张小涵在行动中的表现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在前半段本应能够顺利晋级的科目，他却险些被淘汰，而在后半段带着如此巨大的伤痛，他却能够坚持到最后。虽然他身上还有一些习惯，兵味很淡，但是作为一名新兵，他的这股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很欣赏，所以我推荐他。第11名晋级的女兵是动拐幺号张小涵。报告。两个人的意志力都很突出，综合整个48小时，张小涵虽然总是侥幸晋级，但是他在帮助战友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不放弃的精神令人动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张小涵晋级。报，恭喜你成功晋级，进入营地。是。南海天使行动12强已诞生了11人，究竟会是谁能获得这代表着荣耀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进驻海魂战斗营呢？我推荐的最后一名女兵是陈娟。我推荐的最后一名女兵是付晶晶。陈娟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因为意外的伤病，只能在炊事班待了2年。她的各项军事素能也在不断的下滑，但是在48小时极限生存的考验当中，她一直在挑战自我。她能不能坚持啊？战友的淘汰又令她灰心丧气，并且在旧伤复发，有可能造成后遗症的情况下面，他凭着一股韧劲最后冲到了终点。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意志是非常难得的。付晶晶看起来很柔弱，他们都称她是花瓶，但是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起初他几度连累自己的队友，到后面他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帮助大家渡过难关，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到了最后一段沙滩奔袭，他身体重重极度的虚弱，但是他却坚持到了最后，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陈娟和付晶晶都是老兵，他们都是在身体遭受伤病的情况下，抱着证明自己的决心坚持到了最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意志品质十分优秀。晋级的究竟是陈娟还是付晶晶，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十分难以决定。最后一名晋级的女兵是动幺三号陈军。现实是残酷的，付晶晶很可惜，如果他当时咬牙再坚持一下，或许他可以晋级。但是现在陈军更符合最后一个名额的要求。恭喜你成功晋级，进入营地。作为一名陆战女兵，忠诚、团结、机智、勇猛，构成了她们努力奋进的目标。作为一名90后女孩，欢笑、悲伤、迷茫、奋进，见证了她们铿锵无悔的青春。
南海天使行动十二强最终荣耀诞生，无残酷不青春。此时在场的所有女兵们，无论他们是否成功晋级，无论他们能否继续追逐荣耀，他们都是这场青春战场的主角。你们很年轻，我很荣幸能够和你们携手并肩，披荆斩棘，共同度过难忘的48小时。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再见了，不要遗憾，也不要难过，因为中国的南海已经留下了你们肩负使命的身影。青春本就该奋力拼搏，我们用48小时极限生存行动，用残酷的考验一一见证。在我的眼里，你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好样的，为此请让我们向你们致敬，敬礼。我觉得我自己很棒，因为我坚持到了最后。你实现了你的梦想，同样也带着我的梦想，相信你自己，你可以的。无残酷不青春，青春与残酷同行，残酷见证青春成长。曾经为着梦想而奋勇的女兵们，无论你们是淘汰还是晋级，中国的南海已经留下了你们的铿锵身影。此时此刻，十二强集结的号角已经吹响，今夜的海魂战斗营正因你们的到来而闪耀。极限并非不可超越，经过48小时极限生存行动的你们，战胜了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你自己。过去的48小时，你们用实际行动让我对你们刮目相看，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这只是一个开始。从现在起，你们将正式入驻海魂战斗营，最终突围者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南海天使。下面请大家颁发海魂匕首。动摇幺号何俊杰出列。谢教官出列。下动字九号周一婷。谢教官动动七号简文君。谢教官动动幺号张兆伟。动二九号朱佳。谢教官动幺六号林小妹。谢教官动拐幺号张小涵。谢教官动三八号王延吉。动幺三号陈军。谢教官动八动号潘玉平。谢教官不是下两位没有到场女兵的匕首暂时由我保管。下面我宣布48小时极限生存行动结束。48小时极限生存落下了帷幕，南海天使行动十二强也随之诞生。然而暂时的晋级却不代表最终的胜利，十二名成功入驻到海魂战斗营的女兵将会在接下来60天里接受更加残酷的训练、竞争和淘汰。南海天使只有一人，谁能奋勇突围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呢？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战车所到，所向披靡。我从不畏惧任何挑战。我的心里只有一种坚持，坚持意味着重生，谁也阻挡不了我前进的脚步。在我的命运里，没有放弃，没有第二，
不是第一就是失败，要倒就倒在训练场，倒在终点线。只为唯一的光芒全力以赴，我会用我的歌声庆祝我的胜利。我相信我离胜利绝不遥远。我是天生的战斗王，我的刀刃必将刺向勇者之巅。年轻，我骄傲；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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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兵。残酷的魔鬼训练挑选出来的十二强，接下来将接受怎样的训练和挑战？张老板，告诉我，有限的时间，到底学会了什么？和两米、两米还有十八米，都快点！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很慌，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十二强首次集结，女兵状况频出。小小孩，给我把你打呀！我是天生的。期待你们的表现，你们有没有信心？一二三，超级女兵第五集，敬请期待。